压缩身形，健康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瑜伽的练习，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尽量保持顺畅的呼吸。如果你觉得不太习惯的话，自然呼吸也行，找到呼吸节奏的人，用自己的速度来练习也可以，不需要跟我整齐或者是一模一样。准备好瑜伽垫，我们一起运动吧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瑜伽的练习，我们利用瑜伽呢来开启身体的代谢力，所以今天的练习呢节奏会稍微的快一点点。如果你觉得不太适应的话，你用自己的呼吸、自己的节奏来做也可以哦。将双脚打开来，大约是臀部的宽度，两只手来到大腿的外侧，我们深呼吸往上，吐气再往下，先来回做个几个，往上吸气，再往下吐气，感觉一下你双脚的重心有没有平均的站稳。两只手往上伸直呢，肩膀不要跟着向上，只要手臂就好。接着我们往下的时候，来到一个小小的椅式，往下蹲，吸气向上，吐气椅子，往上，再往下。如果你找到呼吸，找到节奏了，我们就试着把动作变大，现在向上提，让脚跟轻轻垫起，吐气往下蹲，意识往上踮脚，吐气意识。我们再做几个，向上，再向下，向上，再向下，最后一趟往上，再往下，稍微停留在椅子的位置，我们做小弧度的往下蹲，小小的就好。检查一下身体的重心，膝盖如果微微的超过脚尖没有关系，记得是重心不能向前，把身体的重量往后交给大腿的后侧，还有我们的臀部。很好，把脚轻轻的踩下来，手臂再次向上，首先留在上面，扣在一起，将两只脚并拢，中间没有缝隙，同时把我们的臀部往中间收紧。我们做扭转的椅子，向下蹲，两只手来到右大腿的外侧，吸气打开右手，吐气盖下来，向上提，相反边，来到左大腿外侧，吸气往上，吐气下来，向上，向右，打开盖下，吸气提高，反边吐气，吸气打开，吐气放松。我们再做一个，向右打开盖下来，向上向左打开盖下来，向上，准备停留咯。将双手来到右大腿的外侧，打开我们的右手和右侧的身体，检查一下我们的脚，不要一前一后，大腿往中间收紧。我们再一个深呼吸，吐气手放，手臂往上，相反边向左，一样大腿内侧夹紧，打开左手，背再往上提高，臀部再往后坐，吐一口气，手盖下来，向上，将两只手向后绕，我们转动一下身体的方向，我们做两个拜日式，手臂往上提高，吐气前弯，双手掌心撑好地板了，两只脚向后，我们来到下犬，双脚轻松的上下踩一踩，重心稍微向前，膝盖轻轻落下，手弯曲，胸口落下，往上提高，上犬，双脚踩，下犬，将右脚向前，来到手的中间，给你一点时间调整一下脚的位置，膝盖脚尖都朝向前方，左脚尽量伸直，脚跟离地，吸口气，打开右手，跟刚才的椅式扭转一样，我们转动我们的身体，带动你的背、
带动我们的腹部，吐气盖，左脚踩进来，双手上，合掌吐气，相反边，嘴高，吐气前弯，首先扶好了脚，再往后，脚跟向下吐一口气，往前送吸气，手弯，胸口落，向上提，上拳，双脚踩，下拳，左脚向前，弓箭步的位置一样调整一下，需要的话右脚再往后挪，左手臂准备，左边的身体打开往上，吐气盖下来，右脚收，打开双手，合掌吐气，将我们的双手放开来，回到大腿的两侧，接着呢，我们要做一个椅式的扭转，我们先做小小的，往下蹲，这个椅式扭转呢会加上平衡，所以我们上来的时候将重心摆到你的右脚，把左脚往上提高，放下来吐气，交换重心，相反边，往下蹲，再往上，向下蹲，再往上，接着我们要加上身体咯，下一次脚抬高的时候，把我们的身体轻轻的向后扭转，打开手，一前一后，经过中间向下蹲，哪一只脚抬起来就是哪一侧的手向后，经过中间向下吐气，再一个，右下左下右下左下，找到身体的位置，找到平衡之后，想要加上一点挑战的人，我们可以带上脖子，视线往后看，让身体扭转的更多，向右向左，最后一回，身体回到中间来，放松你的双手，放松你的背，放松身体，稍微前弯一下，调整一下你的呼吸，慢慢的吐气，将双脚稍微伸直，伸展一下腿的后侧，很好，脚弯曲，我们将双脚向后，轻轻的回到坐姿，两只脚往前，双脚打开来，大约是臀部的宽度，我们做一个卷腹的练习，将双手呢来到大腿的后方，肩膀记得放下来，吸气坐高，吐气背向后，吸气往上，吐气往后，再一个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最后一回，让身体停留在后方，脚轻轻的收回来，脚趾尖点地，两只脚轮流往上，右左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，找到身体的力量之后呢，我们把双手打开来，放在脚的旁边，上上下下上上下，最后一个，右左右左，身体回来，将双脚打开来，大约是垫子的宽度，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前弯，把腰把背放松一下下，待会呢一样是做我们的腹部的练习，我们要让身体绕一个圆圈咯，让身体坐起来，双手扣住，让身体稍微向前，我们把手呢先找到你的左脚，左肩膀再向后，两个肩膀向后，经过刚才卷腹的那个位置，右肩膀，右手向前，身体也跟着向前，我们轻松的绕几圈，向左斜后，正后方，右斜后，
靠近手，往后吐气，回来的时候吸气。记得我们的手呢，都要尽量的保持伸直，不要弯曲卷进来，用的是你的腹部带动。上来的时候，如果真的爬不起来，再用手稍微帮忙提一下。这一边我们做最后一圈，反方向找右脚、右肩膀、中间向左，再回来，向后吐气，向上吸气。圆圈呢，尽量绕得圆一点点，尤其当身体在后面的时候，速度不要太快，每个角落都要经过它。往后，再往前，再一圈向后，向前，身体回来之后呢，再次的放松双手。你可以把两只手放在脚的外侧，然后把肩膀再放松一点点，脖子稍微放松，轻轻的摇摇头，点点头。接着我们要准备让身体慢慢的回来咯，再次的弯曲我们的双脚，两只脚并拢在一起，背向后，身体稍微向后，将两只手来到前方。记得我们一开始做的扭转的椅子吗？两只手轮流放在大腿的外侧，打开外侧的手向后，中间回来吸气，吐气向反边，外面那只手向后盖回来，吸气上，吐气下，吸气开，吐气回，上下开合，上下开合，上下开合，最后一个上下开合，上下开合。我们稍微停留，将后方的手打开，身体再稍微向后。前面这只手呢，你可以变成手掌心，稍微固定一下膝盖的位置。中间回来，吸气向上，吐气向反边。一样，眼睛的视线看到后方。很好，往上提，将双脚打开来，任何一只脚放在前方都行。将手臂放松，头轻轻的左右动一动，身体也跟着动一动。再将两只手放在屁股的后方，膝盖放松向左、向右，动一动我们的双脚。一样，任何一只脚放在前方都行。最后我们做一个深呼吸，就要结束今天的练习咯。手扣着，背向后，吐一口气，深呼吸往上，吐气打开双手。今天的练习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才的练习，身体的状况感觉如何呢？用呼吸带领身体的练习，会帮助你的身体伸展得更深层，达到肌肉的放松，关节的减压。所以瑜伽是一个可以让你舒压又伸展的运动，别忘了花一点点的时间给自己，打开瑜伽垫，让自己练习一下，投资一下身体的健康吧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